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翰老师。我今天要来宣布一个消息，好吗？我们即将在9月5号礼拜天，在高雄草衙道林路赛道乐园再举办一次赛车营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来参加 ，OK。然后也欢迎啊，之前有参加过我的赛车营的学员也来参加，因为如果你这一次来，我会教你进阶的内容 ，OK， 因为你已经来参加过第一次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这一次下场，我就会教你再进阶的内容，尤其是针对刹车技巧的部分 ，OK， 因为我上次教的是第一阶段刹车 ，OK， 那如果你这一次来，我就教你第二阶段的刹车啊。还有就是，因为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啊，在那里办赛车，因为第一场有下到，但是第二场、第三场没有下到 ，OK， 那。上次就车友就是那两场没跑到嘛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不好意思，好，我们希望就是如果车友这一次有空的话，上次有报到名的那些车友，你可以免费来参加 ，OK 啊，你只要付下场费用就好了 ，OK， 好，你只要付就是开车的费用就好了，然后其他不用再支付多余的任何费用 ，OK， 好，那就这样啦，好，欢迎大家来参加，等大家 ，OK， 拜拜。